哎，这条路是到哪里啊？这里怎么会有食物啊？我们大溪古道这是三一三，它这是三板二桥，还有三板二桥。凉吧。嗯。但沿路都是这样，是往下坡走啊？啊？那这边有一个什么？甘露瀑布。这边很凉快啊。一号防迷标志，防迷标志，嗯，好，这个不知道第几的溪流了。我们上次就是在这边碰到一个采竹笋的，跟我们讲这边可以出去。这边是在溪流，对。二号就可以折返了。好，二号在哪里？我再问你啊。他这里没有写还有多久。对，这是二号。哦，这边有个仙洞。仙洞？没有，这是我。那风景高，比较开阔哦。呵没有，这就是出口啊，是出口也是入口。对啊。